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佛禅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，有存款和没存款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？真正幸福的女人必须具备以下大部分条件：情绪稳定，拥有独立思考能力，充实的精神世界，经济独立，不依靠别人，觉知并适当地管理自己的欲望。这里的欲望指的是不懂得知足常乐之道的女人，总想着所有好事都摊在自己头上。再者，永远都不要低估男人在分手时的冷酷。女人最傻的就是为了家庭放弃工作。想要思想独立，首先必须经济独立，起码在曲终人散时还有能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能让自己有尊严地继续生活。千万别在最好的年纪把自己吃得贼肥，穿得贼丑，用得贼便宜。女人只有经济独立了，才有资格跟别人谈人格独立。如果在经济上一味地依赖男人，下场多半都很凄惨。回家的诱惑中，林品如前半生悲惨的结局并不完全是由他人造成的，很大部分原因都在于他自己。如果他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，也就不会有那样的结局了。前期林品如的失败不仅取决于他的懦弱胆小，更在于他经济上的不独立。在爱上洪世贤和他结婚之后，他就完完全全地成为了一个家庭主妇，没有自己的事业，没有自己的收入，没有自己的理想追求。他所有的心思都投入到了家庭里面，照顾自己的丈夫和公公婆婆就成为了他主要的职责。他每天只会在家里打扫房间，买菜做饭，他完全将自己活成了一个保姆的样子，卑微而懦弱。如果林品如经济独立，婆婆就不会那么看不起她，丈夫也不会那么漠视自己。如果她经济独立，更不会这么软弱胆小，受人欺负。所以，一个女人如果想要赢得别人的尊重，首先就应当提升自己，同时也应该学会尊重自己。如果总是这么逆来顺受，什么事儿都依赖别人，受罪的永远都会是你。一，有存款和没存款的女人到底有什么区别？西西说，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依附于男人生活的女人。以前她小时候亲眼目睹了母亲的卑微和无能为力，父亲在母亲面前永远高人一等。因为母亲没收入，仰仗父亲吃喝拉撒，说难听点，连买包卫生巾的钱都要伸手管父亲去要。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什么事儿都得听父亲的，无论大事小事，甚至家里买什么牌子的酱油都要父亲说了算，母亲没有任何决定权。很多时候父亲说东，母亲不敢往西，父亲心情不好回到家发脾气，母亲就只能默默地忍受，一个人躲起来偷偷地哭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母亲赚得比父亲多，有了不菲的存款，心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，甚至开始嫌弃他是个糟老头了，嫌弃他爱吹牛、大黄牙、抽烟、咳嗽、自作主张、赚钱不多，各种毛病。才四十几岁就分床睡，感觉母亲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翻身农奴把歌唱。普林结婚13年了，坦言自己嫁给了坟墓，一吵架就是无休止的冷战，自己但凡说他一两句就会点起他的无名火，暴躁恶语相向，到现在甚至都发展成了零沟通。
好几个月都可以不说一句话。每次吵架都是自己主动低头认错，哪怕错本身就不在自己。他从未低头过一次，每次他开口的事情都会在冷战中结束，不了了之，从不会得到解决。比起身体的精疲力尽，心累太煎熬了。每天与这样的男人在一起过日子，还不如单身来得痛快。之所以不离婚，是为了孩子。当然，更多是因为手里没有钱，没有一点点存款。离婚没底气，更没能力。所以，只能想办法把日子过好。原本想着，如果再生个二胎，兴许他就回心转意，浪子回头了呢。可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好不容易怀上了，老公却在外面有人了，而且是在孕期好上的。每次看到手机里的露骨聊天记录，普林心死如灰。无数个黑夜里，普林想放弃二胎，咬牙离婚，和人渣一刀两断，可总是下不了决心。于是乎，疯狂地折磨自己，不吃不喝半个月，体重下降了整整10斤，差点抑郁。好在还有孩子，每次看到老大无忧无虑的笑容，自己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。一次次说服自己，为了孩子选择留在这个家里。可心早就不在了，死了，是真的死了。虽然无法预知自己什么时候才有能力离开这个魔鬼，或许3年，或许5年，等自己有钱了，有存款了，就有机会结束这一切。而现在，他只能像个行尸走肉一般的活着，为了两个孩子，全当他是空气，不想看见他，把嘴巴闭上，把耳朵堵上，把心门锁上。对他的唯一要求就是 ATM， 每个月按时给他的生活费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。如果一个女人甘愿向命运屈服，那么她的人生永远都是失败的。如果她没有勇气去面对并挑战所有困难，那她的一生也将平平无奇，枯燥无味。曾经有人说过，依靠男人的女人最后都会丧失自己，依靠自己的女人最后都会赢得天下。所以，就算你再爱一个男人，也一定要学会适当的独立，不要遇到什么事情都去依靠男人。女人只有保持自己的傲骨，保持自己的高贵，才能让一个男人更加珍惜你。但是如果你太过依赖他，反而会让他瞧不起你。很多女人在爱上一个男人后，便彻底的失去了自我，放弃了自己的尊严，放弃了自己的梦想，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男人的身上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没有了目标的人生还有意义吗？没有了意义的爱情，你又能够坚持多久呢？你所谓的全心全意的付出，到最后换来的可能不过是他的冷漠与无视。所以女人只有变得更加强大了，才能让一个男人再也不敢看不起你，才能让他更加珍惜你，尊重你。而这种强大很大程度上都需要依靠经济独立来实现。恋爱时有存款的女人，自己有很好的经济基础，不需要找男人养活自己，只需要一个爱自己的人就可以。这样的女人，面包和爱情都容易得到。在选择的爱情的时候，往往占据主导权，身边会有一大群追求者，她的选择比较多。但是因为是一个比较有主见的女人，所以还是会比较看重心意，而不是房和车等等。没存款的女人想要好的物质生活，
但是苦于没有赚钱的能力，在选择的时候偏向于男人的物质条件，很少注意两个人的价值观是否相投，会比较现实。这种女人心里比较自卑，总觉得自己一无是处，什么都不如别人，生活质量也不是很高，所以遇到的男人大都没有什么内涵。结婚时有存款的女人到婆家之后底气十足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因为自己有赚钱的能力，婆家人自然也不会说什么，即使有怨言也不敢说出来。而没存款的女人结婚之后被婆家人整天使唤来使唤去，没有一点地位，其他人也不把自己当回事。想买件衣服还得朝老公伸手要钱，还得看别人脸色，日子过得憋屈，老公也拿自己当保姆看，家庭地位低。离婚时有存款的女人说离就离，不会因为没有了男人自己就落魄到后半生不知道怎么活下去。相反，有存款的女人离婚后因为没有了婚姻的束缚，过得更加逍遥自在，说不准以后还会遇到更合适的好男人。没存款的女人结婚的时候自己的重心就是孩子和丈夫，现在丈夫没了，如果孩子也不给她，那么她的一辈子很难幸福。没有经济收入，离婚后还要受娘家人的气，前路一片渺茫，想要再婚找个好男人恐怕也很难遇到。女人只有提升了自己才能够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，不管你有多么的爱一个人，你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，更不要什么事情都去麻烦他。要知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，很多事情你都需要尽量独立的去解决，这样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。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，喜欢佛禅频道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，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。